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郭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低，开高走低，那今天开红盘最终是跌18点，量扩增到1327亿。那今天会跌主要是重点是在一开盘，来注意看到、哦、这根 K 棒9:05173亿，开盘量太大，那开盘量太大，那主力做手他就有什么缓冲的空间，他就可以卖。那重点，这是第一个看盘技巧。第二个看盘技巧，来，我们看这里哈。我一直跟各位讲，你要学，你要看。来，我们在还没有看到的之前，今天开红盘是这一根，今天是2月2号，那我没看到的时候，这个呢，你要学啊，这你不学，那你就不知道今天一开盘就见高。今天的高点，今天的空底区加权的部分是在9522，今天最高9521，这里都没看到。那如果你今天只是要赚一个红包钱的，你一开盘看到量价齐扬，跳空上开，你就冲进去，那今天的下场这里就是100多点，就是100多点，100多点多少你自己心里有数。那我没看到的时候我就知道了，我就知道了。好，再来看短线上，我在封关之前怎么跟投资们谈的，是封关之前跟哥哥讲的。我是跟哥哥讲，来到这里是多底区。1月24号讲2月2号的加权技巧，我说正对收向上在9487，三关价的上关在9488，所以告诉你今天来到9480，它是一个所谓的高点。9480以上，它就是高点，这加权的部分。那今天最高是开盘见高就9521。对不对？他是不是告诉你，这边这两个字在这边叫空底？然后我说，当天如果急杀到这边叫多头抵抗，9415，这边9413，今天最低9413。也就是说，投资朋友，如果你看我电视节目，你至少知道今天开盘9481以上是空底区，你不会去做追。那如果你又学习到这个的话，你就知道9522，对不对？那低档要不要调整？事先算给各位的，1月24号讲2月2号，我说9415，今天最低跌到9413，那跌到9413，这里投资朋友干什么？散户投资朋友一定是追涨杀跌，这里买多，这边跌下来破线，停损出场，刚好又砍在最低点。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哈，你若是做指数的空间，你没有办法事先是预算，今天是预算明天的高低点，或是今天一开盘你知道今天的高点跟低点，你永远在做追涨杀跌，你永远赚不到钱。那我的节目值不值得看？这里告诉你，空底超过9485以上加权的部分，它今天一定是高点，不要追。那压回到这边，它就多头抵抗，跌到这里，所有人看坏，你反而要看好。那今天最低9413，最高9521。好，那一开盘我们能不能做调整？当然可以。好，怎么做调整？这个未来你是我会员，我会教你哈。今开盘在这里，2月2号9:05。那我没看到，我要去抓今天那个时候的高点。那你日线上已经知道9522了嘛？然后看我电视，你也知道是在9485嘛，对不对？
那在经过你要用很多的技术分析去算，哦，9508以上不要做追，然后呢最低有可能会杀到9428到9403这中间，那今天最低多少？9413。那所以我跟各位讲，这个你要哎，这个很多人在注意看呢。投顾老师只有郭先生在讲这个事先预告隔日加权的高低，那隔日加权的高低你可以事先做预算，你可以当下做调整，那相对的你台指期就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了解吗？好，你在看电视节目不是每天在看这个老师每天赚多少，那个是没有意义的，如果看那个每天赚很多的，我就把今天涨停板拿出来讲就好了，但是我不愿意做那些事情。就比方讲，我只跟哥哥讲，80块的凯盛要买，你有没有买？没有啊，你在低档不会买啊。现在来到这边，之前玉金光在50几块，我在节目上11月15号跟11月17号叫人家买，不会有人买，但是这里一堆人在追，对不对？2047、2474的可成，之前告诉你，这边220左右是低点。你要占买方，但是呢，散户在这里买，低买，你要懂得低买啊，对不对？包括8086，宏杰科这里一直跟你讲要买，哦，我证据都有啊，这里要买，这里要买，现在今天短线上创高，那我不会追它，我不会啊，我不会追它啊。包括来2049的上影，低档129、130叫你要买，你不会买。但是来到这边你可能会进来买，所以我侧标跟各位讲说低买高卖。你看电视节目记住，一个老师要讲事先讲，那这档股票在低档如何去买，我带我的会员就是如何去买低点，但是大部分的投顾老师是带你如何去买涨停板，如何去做追加，那如何在节目上面大声的疾呼他涨停板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投顾老师不要参加，我是唯一例外，因为我都是低买高卖，啊，我证据都给各位，很多人看我电视来参加我会员，好，因为都赚钱，我股票就这几涨，我不会乱换标的，像今天所有的老师又在讲这个，哦，你看中美金涨停板，猪头这里你才在讲，你为什么不在这里讲？了解这意思吗？我的功力你在听我听不，要看这个老师有没有乱换标的，如果乱换标的代表他交一堆股票不负责任，有带进没带出，那乱枪打鸟，那看这个老师会不会做追涨，他如果都在做追涨，涨很多的时候才在讲，因为涨很多代表散户手头上有这种股票，他在上面就是在糊弄投资大众。我跟人家不一样的是，会参加我的会员绝对不会是散户，散户不会参加我的会员，因为散户就是每天换标的，每天要追涨停板，溜来溜去，溜股绝对出大事，听得懂哈？对。今天2月2号，我们讲2月3号，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三关价中关在这里，正对收向下在这里，三关价的下关在这里，这都事先预告给各位。好，比较讲。我不是无视放敌哦，这是今天我算出明天的三关价，锁龙行为转，我算出明天的双关价，我算出明天的无转折，我算出明天的均线偏移，在这里我均线偏移，我算出明天扣高转折，明天会涨会跌。99.9%跌，那今天短线上见高，这边算出来9522，今天最高9521，然后明天扣高转折，来这加权的部分哦，这个我们都现事先画出来的，今天收9428，明天扣9506，后天扣9577，大后天扣9526，那也就代表未来的3天都是扣高不利，那。
扣高不利它压回，就是在0.38跟0.68的位置，你才可以尝试再做多。所以明天拉高上来，你要站在空方做思考。那明天大概会跌99.9%，扣高转折。投顾老师也会跟你讲这个吗？不会，他会告诉你，假设如果不排除哦，如果出量外资买超继续再涨，如果在这里下杀取量，那指数继续跌，那都是废话。那2月20、2月2号讲2月3号，明天如果弹升上来，有弹升上来，我事先做预算哦。但是明天一开盘我就知道高点是哪里，低点是哪里。如果短线上明天弹到这边，你不要看好；跌到这边，你不要看坏。啊，这个我们都事先做预算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来谈谈个股的部分哦。今天会不会很多人在讲凯盛？会。投顾老师，很多人会讲凯盛。我买这里，我为什么在这里买？之前我没有跟各位讲，我没看到的时候，我是跟各位讲，83到77这边是买点，这附近低，散户不会买，因为我带会员都买低点。第一，我买安全；第二个，我用这种方式，它是不会赔钱的。所以，你参加我这种投顾老师才有意义啊！我从来不追的。如果你看到一个老师，涨多才在买，大量才在买，过了前高又在做追高，或者是他已经涨了很多了，在高阶了再买，那这个老师诚信有问题。但是我跟各位讲啊，90%的老师都是这样，只有我一个是在低档买。我在这里买，散户会不会买？不会。这里83到77是在破线阶段，破线不可以买。我算出来，他们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，我在这附近买。11月底我买，不会有人买。12月初我继续买，12月底我再买，再买。最后一次加码是1月19，过年前几天，我买5次。你日期自己对哈，我不是对才拿上架。11月28号买，12月2号买，12月28号买，12月30号买，1月19号买，这边都是70几、80左右，现在已经来到104。再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一张拿不出来的。每天都拿涨停板上来跟你讲啊，这张拿不出来的没有用啊，这7张点呢，这7张点呢，我是现在才跟各位讲的吗？不是呢，我是现在才跟各位讲的，不是呢。记住，一档股票在低档一定是利空，那当初我都看准了，散户看到利空不敢买。那我算出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，我就买。现在已经来到104，我续报啊，这样是不是很漂亮？2049。哎，还有一些投资朋友说，老师你指数呢那么厉害，你有没有带指数？有，但是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上面讲绩效，我不来那一套的。现在很多人看到人讲绩效，就转台了，上瘾。我在这里买。这里买，这里做加码。那上年这里买的时候是不是在低档？我都是压回整理跌势才买，这里买，这里买，这里买。那为什么在这里买？不是告诉你这附近吗？对不对？那我在这里买，12月9号再买，1月20号所有的人买，买这里，这里130。这140，这里大概150几，现在160几。这张很多的投顾老师，他只在介绍这张股票，他都没办法拿出证据，最低点买的。而且我跟各位讲哦，我股票不会随便乱换的，我带会员就是如何低买，那大家看好的时候我就卖。所以我为什么跟各位讲说散户不会参加会员？所以我跟各位讲哈，
趁钱，趁钱有技术的找我，趁着跋筊，请你找别人。那我们在二月底会开技术班，针对会员的中阶跟高阶技术班，有兴趣的想要赚钱学技术就来找我，就来找我，反正早跟晚你会来找我。因为为什么你想要赚钱，那你学了我的技术，你就知道如何低买高卖，如何事先做预算，你做股票就不会追涨杀跌，然后你在做指数的部分，你就可以事先做预算，知道哪里是高点，哪里是低点，起码你不会追涨杀跌，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即使你做错了，你只会小赔，因为你都是涨上了才空，因为你都是跌下去才买，听懂我的意思的请举手。看过我节目的早跟晚都会是我会员，好，那如果你觉得郭先生可以信任，郭先生可以教你，我教你的这些所特殊的技术分析，你一辈子可以受用的，我没有在跟各位吹牛，好，溜溜啾啾假的嘴巴啾，低买高卖才是王道，认同我理念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福报平安，花开富贵，新年到，财运到，奇葩投顾迎春大回馈，年年发贺岁专案，优质名师团队，领先正确资讯，最大的优惠，最佳的绩效，通通都在年年发，让你财富连连发。奇葩投顾祝您财源滚滚，好运来，日日进财，年年发，要选就选最好的奇葩投顾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奇葩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啊，阿婆来电话啦！进来进来，这边哪接嘛？林金雕啦！我靠，我叫你好歹看老爹。妈，你看，这是阿婆跟你帅哥跟他孙啦。喂，乖乖孙，爱比你手机还来得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分享幸福更 easy。善用三 C， 幸福三 T。教育部关心您。欢迎回到现场。好，联发科今天利空，今天大盘只有小跌而已，小跌17-18点，对不对？今天联发科跌了9块钱，200块把握一站。看一下，联发科俯瞰 Q1 第一季，创9个月的新低，股票跌下来，破线，出现利空。第一，散户敢不敢买？不敢买。第二个，懂技术分析的敢不敢买？破线他不敢买。那我问你，我是主力做手，我敢不敢买？因为做股票就这样嘛，散户他是一群人，那另外这边就是所谓的主力做手或是所谓的外资，那股价跌了一段，发布利空，第一清筹码，第二个，我如果是高手，我会进来买，因为为什么？散户就会追涨杀跌，他在这里会杀啊！你想想看啊，今天来到这低档，留十字线，17000多张，谁接走筹码？谁接走筹码？敢不敢买？
全同股老师只有郭先生一个敢买，我专门在买低档的，所以你想要买低档你就跟着我，哎，来破线又利空就是买点。那为什么我会买它？第一，我了解主力做手外资的心态，他们都是低买高卖。第二个，我了解散户不会买。第三，我当然会用算的，破线不可以买。那我跟哥哥讲，209以下你要站在多方，对不对？然后这里你再算一个，我已经在算了，怎么算？二月底我会开技术班呢，这里你敢买吗？这里你敢买吗？来到低点我就买了啦。投顾老师是带人家如何去买低点，不是追的，听得懂吗？所以你拿金山银山，你到开台湾银行的，你就去看每天涨停板。我，哎、欸，恁家人拢吸，头壳拢吸未动的呢，都不会转一下。那每天在上面讲涨停板，每天都有涨停板，其实他在骗人的。你自己来讲都可以，木已成舟。啊，回家鬼在蹦迪啊，都已经知道涨停板，那涨一大段的在跟你讲。我都是还没涨的时候就跟各位讲，凯盛叫你80块附近买，你不会买，哇，真的涨到105了、欸。上银告诉你130附近要买，你不会买，哇，164的、欸，对不对？宏杰科45块叫你买，你不会买，哎、欸，现在已经涨到55哎、欸。可成来到这边220。叫你要买，你不会买，现在已经涨到250。我有没有证据？有啊。联发科来到这200块附近要买呢。好了，反正认同我理念，想要低买高卖你就来找我。好，反正你们全去讲一句对吧？几乎我带我会员就是如何低买高卖。那我们都一定是事先做预算的。196到201这联发科用力买，听得懂吗？那很多人是涨了很多来告诉你要用力买，啊，你在听还上几本弄嘞，对不对？你像我现在会去买上瘾吗？已经涨了20多-30%了，我不会追了。宏杰哥他还是在底部，我还可能会买。凯盛已经开始涨上来，我会不会去追？不会。可成在这里我会买，我没有买，我买的时候就跟各位讲了。有没有看到1月17号220，有人敢买吗？可成加平林破线呢，210块保卫战，没人敢买，我买给你看。请各位切记，好、哦，如果低买，这对你是有保障。那低买的一个所谓条件，就是我讲的，一定要学特殊的技术分析。传统技术分析破线，他是不会叫你买，我会买，因为我算出扣低转折来到多底区。那我知道这些所谓主力做手的心态，他一定是在破线买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讲站上季线，你才在做多，猪头嘞，都已经涨多少，你在做多？黄金交叉，均线黄金交叉，你在做多，它已经涨多少了？站上颈线做多，你为什么不在右肩买？听得懂的请举手，听不懂，那听不懂就代表你是散户，你是赔钱的。听得懂了你就跟我，所以我等下讲一句话哈，趁钱学技术找我，趁着跋筊请你找别人啊、哦。那我有带棋子，
但是我从来不会在节目上面讲绩效，我不来那一套。好，认同我理念，想赚钱学技术的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我们二月底开课，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平安，花开富贵，新年到，财运到，奇葩投顾迎春大回馈，年年发贺岁专案，优质名师团队，领先正确资讯，最大的优惠，最佳的绩效，通通都在年年发，让你财富连连发。奇葩投顾祝您财源滚滚，好运来，日日进财，年年发，要选就选最好的奇葩投顾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，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消灭登革热，仔细清扫，立即做。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，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纹，花瓶底部盆栽底盆要常常刷洗，避免纹软附着，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，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积水的小帮手哦。防治登革热，清干净，倒干净，刷干净，晾干净，大家一起来。我是卫福部部长林作颖医师，我是台南市长赖清德医师，我是嘉义市市长涂醒哲医师。流感严重时可能变化会严，甚至危及生命，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方法。从医师的专业立场，我们郑重呼吁五合公卫流感疫苗接种的民众请尽速接种，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，更保护我们周围所爱的人。接种流感疫苗，一个行动。台湾人很环保吗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？那是环保标章。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，你看纯天然，讲究好，不是吗？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，对环境好，而且。